一个路上新进的这个非常有故事性的人物啊，投还是不会投啊，结果是说左手漂亮啊，这位上来是阿云鹏先用啊，是向群现在三分非常准，还一个漂亮，扔少了啊，这两位一上来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，对啊，又还了一个，上一次都更飞了，是漂亮，是不是